买门票就同城，随定随玩闪入园，同城旅行邀您收看夏花。怎么不走了？我答应你去西京治疗。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？我错了吗？你不是离开他就活不下去，死也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妈，我真的会死吗？别胡说，有妈妈在，我们什么事都不会有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真的，我不能听这个字。妈，您知道海扁虫吗？不知道，我哪有什么心情关心虫子。海扁虫是一种雌雄同体的海洋生物，它们在繁殖的时候是通过打架的方式来决定谁当爸爸谁当妈妈的。赢了当妈妈？嗯，是输了当妈妈。输了当妈妈。在大自然里面，雌性会比雄性生存的更艰难。雄性呢，他就负责交配，交配完之后他就走了，留下雌性一个人度过漫长的妊娠期，还有极其痛苦的生产期。怀孕之后的动物本体食量会增加，面对天敌时逃跑能力会变弱，而且对于食物链底端的动物来说，雌性生产是他们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。等后代出生，雌性就会释放出大量的体液，这些体液会散发出浓重的气味，此时食肉动物们就会顺着气味前来捕杀。很多雌性为了保护刚刚出生的幼崽，不惜牺牲自己。无论是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，当妈都特别不容易。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？都是他教我的，都是他。我现在才发现啊，原来他教会了我好多好多。哎，都是他教你的。我们家人啊，真的是长大了。哎，妈妈，如果人类也像海扁虫一样有选择的机会，你还会选择当妈妈？当然。为什么呀？当妈妈那么苦那么累还那么可怕。然啊，你听我说，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妈妈在，我们什么都不要怕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好爱你啊。嗯。
姐姐，你也生病了吗？姐姐，姐姐，儿子，别打扰姐姐，乖乖坐着啊。现在白细胞略有回升啊，这不是什么好现象，所幸其他指数还算是正常。这边建议患者继续服用中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能够留院观察几天。好，谢谢啊，医生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所幸发现比较及时，现在情况看起来比较乐观，啊。谢谢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住院，你看，韩叔叔特意给你找了这个房子，喜欢吗？这离医院还挺近的，而且特别安静。妈妈还给你找了个阿姨，她每天啊回来打扫卫生，而且给你做一日三餐，但她不会住家里，因为你说了不喜欢家里有外人，绝对不会打扰你个人生活。谢谢你。宝贝，韩叔一家都从琼州来看你，你想吃什么告诉我。都行，听你安排吧。也好，那你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来接你，开心点啊。那我先走了。阿姨，哎，给他吃水果。好。何小姐，您吃点水果。怎么了，何小姐？您电话响了。不用接，放那里吧。我已经帮您接通了。
开始就不想对这个感情负责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身份是假的，感情也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这卡你咋给换了？你这号码不用了？哦，我觉得你这号码还挺好的，那中间四位还是我生日呢，是吧？咱俩都有缘分。做了一场梦，在梦里逃避太久了，该回归现实了。对了，那个来的时候碰见阿曼了，他让我转告你，这屋你就算不住，房租也得交。你毕竟上面都打通入那么多土了哈，他租别人不太好租啊。那个，这花园，韩先生答应帮你照顾处理了吗？可惜了，你说你那活儿太珍贵了，那么多人来找，我就劝你卖了。那这，你非不卖，你现在你送给别人，你这亏了。这他答应我会好好照顾的，是我信他能照顾好。我那公司要不是他提拔，我也起不来嘛。就关键我就觉得，你说这不是这现在。我去把车开回来。我那一会儿一块儿办。
这么半天才开门，这都几点了才醒？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。幸亏啊，我持之以恒的敲门把你敲醒了。你来干嘛呀？照顾你啊。我呀跟小姑和裘阿姨都保证过了，你在西京啊检查这段时间啊，我都来照顾你，保证把你生活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信你个鬼。你怎么能不信呢？你看这些食材，这都是我买的。你还有这大补的甲鱼。哎，我鱼呢？大补的甲鱼，还有呢？放下。活的。你会做饭吗？这你就不了解了吧。我人送外号民间米其林大厨啊。得了吧，回头吃中毒了我。那肯定不可能，我这些都是很新鲜的食材。我知道啊，你这段时间一个人治病检查，多少心里会很脆弱，对吧？你放心啊，我全程都陪着你，给你做最坚强的后盾。暂时不需要，我还没死呢。不是，我困了，没事早点回去吧。公司也离这挺远的，没必要下去。哎呦，不远不远，就几十公里。而且啊，我告诉你，我骑摩托车过来了，你都没看见，我那风驰电掣可帅可帅。你很闲吗？乐队不用排练了。哎呀，乐队又黄了是吧？呸呸呸！什么叫又黄了？我这是又重新优化升级了。行了，我懂了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这段时间啊，我音乐也不搞了，我就专心搞你，专心陪你。韩宇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才有病，确实有病。对，我身体有病，你脑子有病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你就是个祸害，你离我越远越好。何然，赶紧滚！好好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你生气对身体不好。那我一会儿做好饭了，我叫你来吃啊！哎，都是大补的。这呢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麻烦您收下啊，谢谢了。明天您还正常来就行。菜不用买，我自己来买。谢谢啊，那咱明天见啊，拜拜。做好了，好歹我也忙活了一下午，你看要不要出来尝一尝？我这些菜啊都是很好的食材，都是大补的，保证你吃完能身强体壮。吃完就身强体壮，你当我是大力水手啊？想当大力水手可以啊，我这有菠菜，你快快快快来，请坐。怎么样，像样吗？你是指菜还是指你啊？那当然是菜啊。我，我你，顺便看看呗。这菜吧，看起来挺不错的，到时候可以给保姆阿姨涨涨工资了。哎，都说了，都是我自己做的，跟保姆有啥关系？你嘛，系这个围裙看着。有点啥？有点娘。有点。我给你盛碗汤了。这个甲鱼啊是大补的，你一定要好好尝尝。
看着有点诡异，不想吃。哪儿诡异了？你说王八不就都长这样吗？而且，我在这里面啊还放点苋菜，整个汤啊都是粉红色的，你看多浪漫。哇，巨好喝，真的，你快尝尝吧。你多喝点。我。那要不你尝这个鸭子，这个鸭子长得不诡异吧？你看多好看。这鸭子吧，看起来有点，花心。花心吗？嗯。我觉得这鸭子挺专一的呀，多可爱呀。不愧是我挑的鸭子。行啦，今天饭你也做了，人你也照顾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回去路上骑摩托车注意安全，到家里给韩阿姨报个平安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哎，啊，怎么病？你是真肚子疼假肚子疼，还是为了在这跟我待着故意演戏呢？不是，我真肚子疼，我较着劲儿的疼啊。那怎么办啊？叫救护车啊。我人送外号民间米其林大厨。喂，韩阿姨，我们在医院呢。不是我有事，是您侄子，他吃错东西，食物中毒了。您别骂他了，他也是好心。算了，您还是骂他吧，让他以后别来烦我。行，那我挂了。是医生们太会小题大做，不就是食物相克说的那么严重啊，还说严重了有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当我没见过世面。我们家小姑啊，不对，我爸妈，那除了我叔叔，我们全家都是医生。我真是魔怔了。咋了？愣神了？走了？嗯。我突然有点事，你先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傅。客人，客人，慢点，小心。I'm crying on my bed. Who said that I'll be okay? Cause I know.
你怎么哭了？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哭什么呀？啊，都怪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放在那儿，我也不知道我跟丢了你，我韩宇，韩宇，你去找个女朋友好不好？韩叔叔和阿姨他们对我有恩，你现在想让我来霍霍你啊？韩宇，从小到大你跟我最好了，所以我不能再折腾你了。我会一直照顾你的，真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你想对我发脾气，你想对我发脾气你就发吧，我不会计较的。你想理我你就理我，你不想理我你就不理我，我都不会计较你的。我只要你快乐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你怎么样都行。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生命中，我可以没有你。
TikTok. Please stop with me. TikTok. Don't be away from me. TikTok. You're all I need. I need.